如果这把金融前瞻就可以渡劫王牌六星了，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还是出意外了，我就搞不懂他为啥知道我在这上面。你们仔细听，我跳在这上面是没有脚步的，我跳在这个上面是没有一点脚步的，他居然知道我位置，而且还自信的跳起来喷我。看到过来没有补我的意思，我就直接打开群目麦，不打开群目麦还以为他歪头嘲笑我呢，没想到一打开群目麦竟然还让我背锅了。兄弟真的你小单透不行，我是真没想到还有人说我是关透，你说我哪里像关透呀，天生变位好也叫关透吗？你这小单透不行，你说我是关头，我还说你是关头呢，我没露脚步都能知道我的位置，你可真是神仙啊，你是不是透自己心里都清楚，怎么说一名幕僚被我一顿举报，看到他这个名字还是比较眼熟的，这不是开头被我打鸟的那个吗，怎么还给他来个强势回归了。第二把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，如果你这房间没有人过来跟我贴脸，过去拿空投的那个有可能会来我这儿，防止出意外了也就只能先下入围墙了。咱就说现在的延迟伤害，要多变态就有多变态。看前面二楼阳台的那个人漏了，用 AK 把他打走之后，没想到还有个自由器。就在我要过来补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救起来了。在我刚上二楼的时候，他却直接跳下去了。想到他根据血肯定是失血，我只要过去打中他一枪，他就没了。但是就连我和直播间的观众都没想到，我居然被他给失血反杀了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我居然一枪也没打中他，而且直接被他轻松的给打回飞机上了。没有地方可去的我，也就只能在这边捡破烂了。没想到就在我收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主楼的那个小子还是露出了犄角。他可能还不知道我已经过来的缘故吧，在翻脸前就开始给我表演了一波空中飞人。毕竟他穿的是老绿服，可想而知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就在我要开车去抢空投的路上，也是让我遇到的一辆吉普车。出于好奇的情况下，我也是决定跟上去了。但是没想到他却停车了，然后直接给我来了个主动攻击。看见他停车了，我也就只能被迫反打了。看见他躲在树后面了，我也是直接给他丢了个火。没想到还被他打中一枪，火丢完之后他竟然还不露，我也就只能再跟他丢一个火了。没想到又被他打中一枪，哎呀，我是真服了！既然他躲在后面还不出来，我也就只能给他丢手雷了。这次正义竟然站到我这边了，仅用了一颗手雷，直接把他给塞满了。淘汰了刚刚那个人，我也是决定来前面的防区站点，但是没想到树后面的老刘拿着大菠萝就是对我一顿输出，没想到这时候前面居然又来人了，我就只能被迫掉头了。看见前面那个老刘不太会玩的样子，我也是找个掩体直接停车把他给淘汰了。看见他躲在树后面了，我也是直接用手雷把他给淘汰了。马上就快决战圈了，我也是来到加油站准备站点了，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面前突然来了一架飞机，在我强烈的一顿进攻下，也是成功的把他给打爆了。看见他要躲在树后面的，我也是拔起了一颗手雷，本来是想找好机会准备一颗雷把他给塞满的，但是没想到直接被他给躲开了。气急败坏的我一次给他来了一波跳喷，就在我打开投资栏的时候，没想到我竟然没有手雷了。就在我要拿着喷子去猛攻他的时候，没想到后面突然来了一架飞机，本来是想在地上给他一顿输出的，但是没想到就被他来了个绝天反击，吓得我直接就躲在房子里面了。猜到他要落在我的房里，我也是找好机会直接就给他来了一枪，只可惜这一枪没能直接把他给带走了。等他回满状态的时候，他也是直接过来揍我了。但是在我喷子面前最好不要那么嚣张，不然就会像这个人一样。最终还是没能挡住我正面的一枪，现在才知道错了，刚刚打我的时候干啥去了。我错了哥，不打你不打你。刚刚我的问题啊，枪给你枪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想到这个时候头上居然来人了，我也是找好机会给他拔了一颗手雷，这个手雷不出意外的话直接把他给塞满了，把这个人淘汰了，我也是成功的拿下新的淘汰王了。就在我走到围墙的时候，也是看到小助手那边有一只坤哥，我也是真没想到这时候居然还有坤哥，我就只能把他给收下了。把这个坤哥打掉之后，我就想上房顶舔包了，但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房顶上居然还有一个人，等他突然开枪的时候，也是直接吓了我一跳。看见他躲在房顶上竟然还不下来，我也就只能开车过来拉枪线了。等我到炮楼的时候，他居然还不下来，也就只能被我无情的带走了。现在也是绝爱圈了，那么小的一个圈，没想到还有七个敌人。看见前面封烟的地方打起来了，我也是直接开车过来劝架了。看见前面地上趴了一个人，本来是想直接把他给撞死的，但是没想到被他给躲掉了，我也就只能下车用喷子把他给解决了。就在我混乱状态要开车走的时候，前面是突然站起来一个人，直接吓了我一跳。咱就说现在黑道里面的六子真的是无处不在啊，但是最终还是我的喷子略胜一筹。现在绝爱圈就剩下最后两个人了，看见有一个被督倒了，我也就只能开车到处找了。没想到就在开车找他的同时，竟然撞死了一个老六，没想到他居然失恋了，我就直接掉头把他给补了，然后就一脸懵的吃鸡了。
还不错，这把给我加了21分，也是成功渡劫王牌6星了，终于让这颗星星变颜色了。拜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